我们这次做的一系列产品是我们 URBANCRAFT 子品牌 Monochrome 设计的语言，它是跟 URBANCRAFT 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Monochrome 它以一种更放松的更直接的状态展现它的美。去工厂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很多焊疤呀，或者是金属的变形，然后人手工这样子转折，会形成一些很自然，但是又无法去避免的一些形状的状态。我们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，将这种认为是一种不美的，反而去将它给打磨掉，给它摒弃掉。我们希望可以来为大家呈现这些不完美、不完整的状态。Monochrome 的中文是叫单色，我们希望这个品牌呢给人这种更近的距离感，会让人感觉更亲切、更舒适。